天呐，他在撒娇。狗子，汪，狗子，他太野蛮了，不理他了。我这3天没有洗澡的人，怎么样？这3天都在脸也干没洗，嘛？没干嘛，就没躺尸那一天。就是星期一那个妈控讲完话以后，一直到星期二中午的12点，这之间你都干了什么呀？我好像没干什么，然后买完之后就再也没有出过门，巨多人，因为那是中超最后一天开了，他们好像要回国，我听他们在那里说什么，他们买了回去的票什么的，你说这个功勋呢解除以后，你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出去晒太阳吧，去哪里晒啊？公园儿，那你和谁一起去晒啊？和狗子吧，哎呦我的妈呀，你要干嘛啦？你狗子叫什么名拆字啊？家了，他特别想出去。拉丁，拉丁。拉丁，拿铁。如果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呢是把你放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然后呢你在那里就是有酒吧、有超市、有什么你都可以有，然后你可以随便出门，但是你唯一没有的呢就是你的手机，也没有电脑，就是你没有办法跟以前的家人跟朋友联系，这是第一种啊，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第二种呢是在一个熟悉城市，就像你现在这样，在你自己的房间里。但是呢，你不能出门，然后你有手机，然后你也有狗吧，把狗也给你，狗子也有，那你选哪一个呢？就很难选，狗子不重要，其实。你大点声，你冲着狗子说，不知道，但是你是说下半辈子都这样吗？说你 minimum 15天，但是你也不知道多少天哦。其实 minimum 15天的话，我应该会选第一个。但是如果他很有可能会是无限的话，那我就有点害怕了。而且因为我跟手机跟电脑实在待太久了，我觉得有点烦。但你没有办法联系你家人哦，也没有关系吗？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如果15天不联系，OK，一个月也还行，但是再长那可能就不太行。那就这样。哎，那你这3天有没有发现什么什么有趣的事情啊？有趣的事情。有趣的事情，有趣的事情。我以前特别喜欢待在家里，但我现在特别想出去。为什么呢？就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着，真的。反正我就是。就是每天就是看，尤其是这段时间天气好了，所以我特别想出去。如果下雨的话，其实我也不想出去。可是他偏偏就等到天气好了的时候，然后来禁足，让我们不要出去，我就觉得很烦，所以呢，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没有有意思的事情了。就是我是属于那种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事情不得不做的时候，我所有其他的事情才能够运转起来。但是我现在你所有的时间你都给我的时候，我反而不知道要干嘛。行，比如说100分是心情最好，0分是心情最糟，那这3天你觉得要打几分？我觉得是与日俱减的，那到今今天天还是挺几分开了？心的。今天我觉得应该只有30了吧。好嘞，你去和狗玩吧，我要去找别的人了哈，你继续，好的。拜拜。Yo, bitch，你这3天都干啥了？家里这么热吗？要谢谢你的 Lia 的这个朋友，Merci Madame Martino 的沙发。然后，所以我跟你说，坐在这个沙发上，如果没有这个沙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坐。因为那我肯定会一直躺在床上，结果现在有这个沙发，我就没有一直躺在床上。只有躺在床上，我每天就只睡那么10个小时。所以呢，你干什么了？你就是跟沙发玩儿。然后哦。我登录了那个，现在不是有很多网上都有免费的嘛？我登录那个意大利的 Vogue，然后我就是去研究了一下我将来要供职的品牌的一些 archive 之类的，寻找一些 inspiration。那我想问问你啊，就是你功勋梦结束以后，你第一件事情想去干嘛？我想去喝奶茶。自己吗？嗯，跟姐妹要去零食，去奶做，然后要去吃中餐。然后呢，嗯，
我的 date 也可以见一下面这样子。嗯，铁扇公主发出了羞涩的笑容。我给你两个选项啊，第一个选项呢是把你放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然后这个城市什么酒吧、商店、乱七八糟全都有，你也可以随时出去。然后呢，但是唯一一点就是你没有手机，你也没有电脑，就是你没有办法联系你之前的家人和朋友。然后第二个选项呢是把你，就你还是在现在此时此刻你在的位置，熟悉的城市，熟悉的地方，然后但是呢这个你不能出门，但是呢你有手机，你可以联系你所有的家人朋友。在第一个城市是 virus free 吗？就是没有病没有吗？嗯，那我选第二个。对啊，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城市没有自己认识的朋友，又没有手机，我一个人旅行我一定要有手机，随时拍照片，随时跟朋友联系的，所以没有手机不行。我们新年除夕那天晚上，我跟孟老师，我们其实先去一个公园，我们两个拍了蛮多张美照，就是起码可以在朋友圈发三张照片。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不怎么在朋友圈发这种东西，因为我们觉得不好意思。就是当有人正在 suffer 的时候，我们的快乐好像最好要低调一点，不要分享出来。所以当你的快乐没有办法分享的时候，其实你的快乐是没有那么快乐的。因此当我没有手机一个人在外面旅游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行的。还有呢，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就很像是一个空中花园，就是当其他人都还在，你知道这个整个世界还在受难的时候，你一个人跑到那种 carefree 的地方去，我觉得其实你的心里还是会有负担的，因此这个快乐不是纯粹的。哇塞 get philosophy 哦，你觉得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如果零是心情最差，然后一百是心情最好，你有几？78分。嗯，就是我自己考试的时候，我觉得70分就已经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成绩，但是78分离80分也还挺近的，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扣的2分扣在没有那么自由这个上面，但是天气比较好，所以我还是给他打了个七的开头。你好白，你有没有在录屏啊？是啊。那个，那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我觉得，我对面的窗户他们放的音乐很难听，然后还骚扰别人。哎，你去那个 YouTube 上搜，有一个视频叫《举大杯的高梦》。如果这公平的话解除了以后，你第一件想去干的事情是什么？去晒个太阳吧。去哪里晒？去人最多的地方，躺在那个大街上晒。我可能就会去闲逛，然后化一个妆，自己吗？然后上街，很开心的上街，就不会像很害怕。因为现在我连倒垃圾都很害怕，就是你做任何事你都会变得很小心啊，然后你会害怕在墙上啊、花上面啊、地上啊、鞋子上啊都有病毒，你回来的时候你就会是有种被害妄想症，你知道吗？就会感觉就是比较变得敏感，然后没有安全感，害怕自己就是自我怀疑了，嗯，在想我是不是正在潜伏期，你知道吗？就是说因为你不知道意外哪一天来，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银行卡密码还有花呗继承人什么的都写好，写在你的备忘录里。我就是这样子。但你我把我所有的密码都写好了。但你这样其实是在为死后做准备，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活着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你活着的这几天你要怎么度过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就你人生你就剩24小时活着，现在是几点？现在是14:41哈。然后我就告诉你，明天14:41你就得死，你就剩24个小时，那你要做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我，因为我现在不在家，我应该会跟我父母打电话说清楚这些事情，然后我把我该扔的东西都扔掉，然后把房间收拾好，然后再躺好，因为这时间太短了，所以而且也回不去，连回国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你什么都不做吗？就会再录个视频告别一下。知道。那你没有就是什么特别的愿望，就比如说一直没有实现的愿望之类的，去裸奔一次。可是现在跑出去跑也没有人看到啊，就跑一次然后再回来，然后再拿被子盖好，然后躺好，然后要妆一定要化好，一定要吗？
然后家里要收拾很干净，嗯，到时候人家清理起来也很方便，嗯，然后再跟别人通知一下，等我走的话就把我烧了或怎么样，因为我特别害怕我变成有很多虫子要侵蚀我，要吃掉我的残骸，这种也不是很想。但是我跟你说，就是我问的我所有的同学，每个同学他们没有一个人说他们要告诉自己的家人或者是爱人自己要死了的事实，就因为他们觉得这很悲伤，然后他们不希望他们悲伤。我觉得我会说，我是让他们有准备，而且要把我想说的话告诉他们，我觉得这点比较重要吧，因为我平时也不会说，我从来没有告诉他们过或者说过什么我爱你，比较从来没有说过，不能说，我觉得好恶心，不可能说啊，我们怎么可能说这种话。但我就最后也不会跟他说我爱你，我只会说谢谢你吧。哎，我先问问你，你现在比如说你的心情从零到一百，一百是心情最好，然后零是心情最糟，你的心情指数大概在多少？20吧。这才第三天啊。可能也不是因为这个，就是整个状况加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每天看很多负能量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状况，然后就挺糟的。那你觉得说，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让你能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选第一个。为什么？我会去海边，然后去商场买衣服，然后正好又是黑五打折季。我要手机更好。现在是黑五，现在哪里是黑五了？你没有说是现在，你是说是15天跟差不多。然后你说大街上也都是人。哦，好吧，好吧。然后有商场。就是购物了 ，OK。而且到处都是人，你不需要手机，你可以跟他们聊天，然后。而且你商场打折的时候，你买东西的时候也不会想着一直跟别人讲话嘛。好吧，就这样吧。拜拜。拜拜，祝你身体健康。拜拜。拜拜。你也是。嗯。